禅拳合一，另外兼修，他就是南少林拳。行气发力，以声助力，他就是五祖拳。连削带打，近身发力，他就是叶问咏春拳。快捷成实，劲力刚健，他就是岭南洪拳。出手狠辣，先发制人，他就是岳家拳。这个星期邀你一起走入武林之地，探索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。